总共34章，那么头4章呢讲到历史和摘要，那么第5章讲到10条诫命啊，这个之后啊就讲到这个到11章前啊，就是诫命的核心啊，这个对付仇敌啊，是神试验的目的啊，是叫人啊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的光景啊。然后呢，开始啊，从12章1节开始了律例典章的颁布。什么叫律例典章还有诫命呢？诫命就是10条诫命，律例呢就是啊诫命的解释和说明啊。什么叫典章？典章啊就是啊律例的一些什么啊判例判案的这个例子例证。好，所以律例典章诫命都叫我们呢、啊、这些信神的人呢、啊、谨守遵行。那么讲到26章啊，基本上啊就讲的差不多了。那么后面呢就出来祝福和咒诅的话，但是呢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话在11章也是有的，也就前后是呼应的啊。所以老师后来想一想啊，一周的一开始啊，不要给你们太多那个咒诅的话，所以啊我把它做了一点调整啊，我把它放在那个跟27到30章是放在一起一次讲就好了啊。那么到31章啊，基本上啊所有摩西想要说的话都已经写上了啊。那后面他的一些预言被盗的事，还有摩西之歌最后的祝福，然后呢摩西啊就死在那个尼泊山了啊。这是整个生命记的主要的核心信息。我们看到这个图啊，你现在的位置啊，你要看那个树哪一边长得高啊，他们又很近啊，那个气候应该差不多，但是啊因为方向不同啊，那雨水滋润之地啊就也是不一样啊。这个左边的你看到、啊、树比右边的高，对不对？左边的树很明显比右边的高，这个左边的叫基利心山，右边的呢叫以巴路山。实际上你现在的位置啊是从东方，然后东边往西边看，东边往西边看，啊，怎么样？我没有切换。哎呦，我没切换啊，还在这个这个表、哦。那我讲了半天，你们没看到，好了，那没关系啊，再很快也弄一下，好，谢谢你们啊、哦，好。这个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的34章的结构图啊，那么这个我们讲了很多遍了，所以这个现在大家都比较习惯了啊。好，你从这个整个的迦南的地图啊，因为我们啊在生命记的时候还在这个约旦河以东的摩崖平原，就在这一块了啊，摩崖平原这一块区，它是啊这个Jericho 耶利哥城的对面啊，石亭这个地方，大概基本上200万大军啊，这基本上就是这边啊，200万的军民啊，加上了百姓啊，孩子、女、妇人、孩子啊啊，那么要过来啊啊，要取得这地也不容易。那么打下了耶利哥城之后，先打爱城，就后来被打败了啊，到最后呢啊，取下了事件。到了事件这边啊，就要按照摩西所指示的，在两座山上一座有6个支派在那边讲祝福的话。祝福的话在哪里啊？啊，基利心山。那么咒诅的话呢？以巴路山。好、啊，那怎么看这两座山啊？老师现在教你们啊。这个你现在人啊，就从这个东边往西边看，就好像比如说你现在在摩崖平原啊啊，到了这个往这两座山看，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你左边的这个树啊，很明显比右边的高嘛，对不对？这边的树矮矮的，这边的树很明显是高一点嘛啊。这边长得比较茂盛，叫做基利心山，而中间的叫事件，叫做肩膀两肩之内，两肩之间的意思。好，基利心、以巴路就这两座了。实际上啊，看起来有一点奇怪啊，看起来基利心山比较高一点，实际上它是海拔的话啊不太一样啊，这个越是北面的海拔是越高，
月是北南面的是比较低一点的哈，但是这个后面的话，这个经过这边叫做犹大，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的这个撒玛利亚区啊，就是北国的这个地区啊，就以这边为主了。然后再来就到那个耶路撒冷那边去了啊，所以这个整条线都是山区。我这样跟你们讲清楚好了哈。这个整个的地形啊，从北到南越下来，这个因为啊，这个纵谷啊，是一个这个非洲大峡谷，非洲大纵谷的那个起点就是黑门山这边，然后一直切割下来，这条哈、啊、是地理位置啊，突然用水，就是这个用先是用这个雪水啊融化的流下来。留下以后就形成了这个约旦河，约旦河集中到了这个加利利海这边啊，就一个大湖面，这个淡水为主，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啊往下延流，这个蜿蜒呢、啊、它看起来其实只有100公里左右，但是因为约旦河啊是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它总长度大概200公尺，所以200公里，所以它的这个水啊里面呢、啊、夹带着很多的矿物质，那么越到后面就流入了什么，就死海，所以死海的矿物质的比例特别高，所以很咸嘛，那个浓度很高，所以你那个躺在死海上还浮起来的，然后这个死海对不对，这个是整个纵谷里面最深低洼的地方，最低洼的地方。那老师经过这边啦、啊，有一个地方号称是全世界最低的地区啊，全世界最低，因为啊，这个山呐、啊，这个山的位置啊，其实都在海平面啊，这个有些是海平面以上，有些是海平面以下的啊，这个是海平面以下还要400多公尺，很深了、啊。再加上这个死海啊，它不是普通的，它的深度啊，就是在这个死海的海平面上往下再拉还有400公尺，所以前前后后快就接近1000公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啊，非常大的一个差距。然后这个纵谷啊，从这边一直撕裂，然后一直往南走，然后南到哪里啊？南到那个西奈半岛。跟着阿拉伯半岛这中间这边一直切割下去，切到哪里去？切割到这个伊索比亚那些非洲东部大峡谷啊，就基本上就是这条线啊，从头到尾都这样。而这一边的左面啊，就是讲到、啊、讲祝福的山和咒诅的山，你要从这个整个以色列啊，要分成好几块区来看，有沿海的路。沿海平原的路，然后有一些这个就是类似丘陵啊，沿海跟这个山区的中间叫丘陵地带啊，再到山谷的路，山区的路，那么在山就要有中央大的这个山脉的路，然后一下子啊是急速的往下啊，急速往下，速度非常非常快，啪啪啪啪一直往下，那么。往下来以后啊，就进到了这个约旦河平原区，然后这个就是切割下来的啊，所以这个是极深的啊。那从高度啊，这个从耶路撒冷那边啦、啊，一直往南往东就马上的下来，而这一边就想到这个在以西结书47章以后讲到什么？讲到那个圣殿要流出啊，像一条活水啊。要从殿的东门啊，然后流出去，所经的路先是啊踝子骨，然后带到膝盖，再到腰，然后到肩膀，然后到这个可服的水，然后至终所经之处，百物都必活，并且医治好的什么死海？哦，那死海你去过的你就知道，那不可能的。连那个水啊沾到眼睛，眼睛都不舒服了，非常非常不舒服啊，不要说那边活的生物了，就几乎没什么生物可言啊。那这个居然能够，这个圣经里面讲了死海有一天会被医治，那这医治是从哪里啊？从神的灵流出来的活水啊所医治的啊。那么这样你就看到了啊，
这边叫做耶路撒冷地区，耶路撒冷有没有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啊，这个是犹大，还有西面，然后就是散布在这边别是巴这里啊。然后整个是犹大支派，然后、啊、犹大这个犹大的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个是传福音的这个次序，传福音的次序。那么事件在中间叫两间之内，北方以巴路，南方基利心啊，然后就来讲什么祝福和咒诅的话。好，我们这边从东往西边看，然后你就心里面就有数，左边的山是山上的那个什么树啊，平均高度很明显比这个右边的高，雨水都差不多，都在同一个地区啊，雨水差不多，但是这边长得好，这边长得不好，所以这边呢、啊、是很明显的是祝福的话要出于这里，那么咒诅的话要出于这边。好，事件呢、啊、大概是550公尺左右啊的高度啊，它也是在稍微中高的地区啊，不能讲高原呢、啊、但起码是比海平面高了啊。那么基利心山881，以巴路山940，看起来好像以巴路比较低，实际上它是比较高，可能这个照相的角度的问题啊，有些人站得近它看起来比较高嘛，就这样子。好，那事件是两间之内啊，这个两间之内的意思啊，在亚伯拉罕呢、啊、抵达的迦南地的时候，他首先就站在这个地方，神在这边向他显现，他在这边筑坛献祭。那么后来呢，雅各啊从巴旦两人啊逃回来了，逃回来以后碰到他哥啊，碰到他哥之后啊。就是用诡计啊，就是叫他哥哥赶快离开他，他就让他自己啊，就辗转就来到这个事件这地。本来想啊，能够在这边呢、啊、安身立命的，没有想到他的女儿迪拿，就这一个唯一的宝贝女儿，居然被这个事件，事件这个是他们宗族的首领的儿子啊，好像那边的族长的儿子啊，就是喜欢这个迪拿。啊，这个就玷污他了，啊，玷污他了，这个很明显他的那个情欲也是沸腾的啊，喜欢就敢去做啊，这个是就完全没有啊考虑啊是个后果的问题。好，于是啊就激发的他的几个兄弟啊就非常生气啊，用诡计啊来怎么样欺骗这个事件城的人，说、啊、你们要娶我们只有一条路。你们都要这个行割礼跟我们一样，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才不要跟娶这个嫁给你们。于是啊那个事件啊因为是受到整个城镇里面的这个众人所怎么样所敬仰的。那他这样说啊听起来好像啊这个也不错，接纳这些人对我们有利啊，于是每一个人啊都做这个怎么样都 circumcise 啊，就是这个受割礼了，一受割礼当然还要有一点时间啊，他能够恢复啊，哎呀，痛得要死，也没什么麻药嘛，对不对？好，于是这个时候的西面和利未就拿起刀来屠城，居然把这边的男人啊全都杀掉了。这个事情啊，真是很头痛了。雅各也是在这边呢、啊、被吓坏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做。孩子这样做，那个整个迦南势必要以他们为敌，啊，要他们想要安居乐业的想法就没有可能了，啊，然后但他这个第一次，啊，主动积极的来寻求神的帮助，也是在这个地方了，然后他们就把自己啊，这个有一些偶像啊，啊，项链啊，什么什么装饰品啊。全都埋在事件的摩利橡树下，就是这个位置。好，在新约的时候啊，事件城被称为叙加，城外呢有一个井叫雅各井。啊，这个实际上啊，这个耶稣基督啊来到这边叙加的水引千井啊，可人不止啊。那么讲到谁啊？就是讲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意思啊，这边啊也是在这边的，所以这个地方
然非常有它的历史的这个重量啊，分量的啊。以色列呢，被掳归回之后，撒玛利亚人啊，就在这一个地方啊，这个兴建他们的建造他们的殿啊。那么，在基利心山上啊，要宣告祝福的话，以巴路山呢要宣告咒诅的话啊。你从这个角度，这边你的左边、右边，对不对？但是很抱歉啊，它是从西边往东想，这个叫右，那边要左。很抱歉，它是写的方向不是这个方向。照理说，应该这样子写啊。我把它改过来，用我们这边，不然左右不分了啊。这样子比较知道他的意思啊，不然他看起来怪。明明这个叫做左边，那个叫右边呢，他怎么这样写，对不对？我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这个左边这边啊，南方啊是比较茂密的地方，北方是光秃秃的地方啊，所以叫以巴路。宣告咒诅的地方，却是啊要怎么样足坛立碑的地方。啊、哦，那这个事情在约书亚记我们也讲过啊，都已经在约书亚时期啊就已经成就了。好，我们上个礼拜的最末了啊，讲到十一章啊，最后的是把这个祝福和咒诅的话陈明在两座山上。我也跟你们提起过啊，关于这个铜山，两个铜山呢、啊，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所提的。啊，跟这个啊都有关的啊，就是陈明啊咒诅的事。好，那我今天找一位百家来，你来帮忙念。哎，百家声音出得来吗？不方便是不是？哎，雪莲，你在啦？雪莲，你来试着啊念一下这个经文，是不是我声音没有出去啊？你们听不到是不是？好的，好的。好，雪莲来，看哪，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收获受祸。就是咒诅啊！来，弟兄姊妹，我今日就是现在，每一件事啊，每一个词汇，只要你听到，我今日吩咐你们的意思就是现在了。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在摩西的那个时候的今日，而是到今天都是一样。你在读这句话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今日的感觉。这个话是写给你听的。祝福和咒诅的话，陈明在你们面前就是今日，就是现在。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就理解了。主啊，这话是针对我说的。若是听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这是神绝对的应许，必要成就的事。倘若呢，相反呢，不听从怎么办呢？偏离了怎么办呢？又去侍奉不认识的神怎么办呢？很抱歉，就必遭到受阻，就必遭到受阻。祝福的人就是凡事亨通，但咒诅的人就凡事诸事不顺。有很多的这个咒诅是我们之后啊，我把它故意放到后头去，因为啊，周一啊，我不想一开始就讲那个很沉重的话啊，就是故意放到26章那边跟你们讲。好，但是啊，咒诅要怎么样来破除呢？啊，要有神圣的替代，谁替代我们呢？基督耶稣，
基督他受罚，我们就得着赦免；基督他受伤了，我们得着医治；基督他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义；基督他为我们死，我们就得享他的生命；基督他为我们成了贫穷的，好叫我们成为富足的；基督他担当的我们的羞辱，我们就可以分享他的荣耀；基督他忍受拒绝，使我们可以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基督他自己承担的这样的咒诅，使我们能够领受祝福。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啊！如果没有主自己的爱，我们凭什么？我们有哪一个地方有这个权柄，或有这样的福分，或者有这样的地位，说我就是应该的得着赦免，我就是应该得医治，我就是诚意有生命满足丰富荣耀和被接纳的祝福的？谁说的？有时候我们都很自以为是，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生下来就咬着金汤匙一样，觉得什么都应该要给我，喂我喂我喂我，谁说的？没有这回事啊，弟兄姊妹，是因为有基督，有主自己为我们死，为我们承担的一切，所以我们才得着的这些。好，破除咒诅啊，有几个步骤。那我们之后会把咒诅的事情讲得更细啊。那有一位叶教授啊，叶牧师啊，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我们这一次啊，讲到这个马祖啊，好多的这一个什么，好多这个偶像嘛。好，那这个都跟咒诅有关，对不对？首先我们要回转，要承认我们相信基督，以及啊，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背负十架的事，要承认，要相信，相信他，这个是破除咒诅的第一件事。所以我现在啊，就是想，那个借着这个电视台啊，我已经想了很多很多节目啊，这几天呢，每天想的都是怎么传福音啊，怎么用现代的媒体传福音。哎呀，我一想到就兴奋，我一想到就，我倒恨不得你们现在弟兄姊妹啊，赶紧去收集一些信息，然后你就自己就录制都好，自己就哎，我现在发现那个什么那个叫抖音啊，还蛮有用的，小小一个抖音才几分钟啊，不到搞不到几十秒，几十万人看呢、啊，哎，我就是为什么那些。也不是什么名人啊，都、就是普通人啊，普通人做的就有几十万人看啊，为凭什么？他有好玩又好怎么样呢？他就会一直吸引着你去看。我现在在想啊，主给我们这个工具啊、这样的一个立场能够播放，我觉得我们要有责任啊，把它做的啊，让一般人愿意看。你做的东西人家不愿意看，这没有什么用呢。要愿意看，但是又不流于俗套，又不流于乱七八糟这个色情跟暴力。我们就是成名啊，正确的是用正确的方法成名就好了嘛，对不对？有一点带有一点点小幽默，带有一点这个什么智慧的这个言语。我这段时间啊，这个台湾好多的弟兄姊妹啊，都来跟我联系，他们就跟我讲了说，哎，林牧师啊，这个是哈。不要一开始啊就用好像把它做成宗教台，你一做宗教台哈、可能就很多的这个问题了。的确啊，我叔叔也是跟我讲，你不能做宗教台啊，你一做宗教台的话，他就要把那好消息电视台拿下来。我说不行，你怎么样都要给他留着。那留着，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呢？哎，这后来同工们就讲，不是有七山吗？各自的山头啊，基督徒要在每一个山头上那样宣扬主名啊，不管啊是在这个媒体山头啊，这个商业性的山头，教会宗教性的山头，还有这个在那个什么 education 的教育型的，还有什么家庭式的，还有社会式的，还有这个family G 是 government 啊，就是政策性啊，政府性，我们通通都要有我们的说话，我们都有发言权。这个就是我们啊，现在啊，主给我们，你看预备了一年多，我们已经做了这些节目了，哎，预备的一年多，
让我们也有习惯，让我们有一点概念怎么样去做啊，接下来的调整。我弟兄姊妹啊，我们正在去处理一件事，就是能够直接直播，也就是早上这一段时间以后，不是只有我们在上课了，我们就把它放在电视台上，放在全世界让弟兄姊妹看。所以我的内容哈、啊、也是要思考啊、有一些话可能不太合适讲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来去做，然后让外面的人说，哦哟，你们基督徒是这样子生活的，那就很好啊，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些是教导英文的，其实讲穿的啊，我是用英文教导圣经啊、那到最后还是得读圣经，还是得读到主的话语啊、那个很有意思的。然后慢慢慢慢的，我已经提了好几个案例啊、那哎，我所有都觉得哎，这还不错嘛，还应该可以。那我们就要去怎么样做啊？听说啊，只要做得好啊，那政府还有补贴的啊，可以来支持我们来做更好的节目。啊，所以我们就有这些啊，然后慢慢的去思考。好、第二点，不仅是承认我们要相信基督为我们所做成就的一切，我们也要为我们所有的叛逆行为啊，还有我们所犯的罪要悔改认罪。这个人啊，硬着颈项他都不会悔改，我又没有犯错，你悔什么改啊？这个有些人哦，我其实心里面哦，常常为这些亲人哦就祷告，那个话都不收敛的，对神呢一点敬畏的心都没有。哎呀，真的要悔改认罪啊！我说是，我就是心里面很难受啊、但是也没办法，又亲人，但是又对主啊根本就不认识，或者是啊。轻蔑，就是这是让我觉得很头痛的啊，好像是啊，只要我不讲神的话，他才不会那么轻蔑，而一旦讲神的话，他就开始啊，这个讲好像跟着你对着干了、哎呀，我真的实在是，很头痛的要死。但是我现在发现哈、用电视，他是你要看你不看，那你自己学业啊，那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做得好一点嘛，品质好一点，有人。有事没事偶尔就会看到了，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影响了、那么第三点呢，要恳求神，主啊，求你赦免我的一切罪，我不仅啊我自己要为我的罪啊然后悔改、但是我也要求主啊能够赦免，你没有赦免我，我根本没办法，我就是满身的都是罪人嘛，如果没有蒙着主的恩典，没有蒙主的赦免，我根本就是死定的一个人啊。好了，求主啊。第四点啊，怎么样要破除咒诅呢？要宽恕人，宽恕那些伤害过你的、虐待过你的人。我后来发现啊，人与人之间那个故事啊，特别复杂，特别复杂。有些人呢、说话啊，都是带着保留的，他只讲对他有利的事。他伤害过人呢，他不讲；他带着被伤害的事情呢，到处去宣扬。啊，这真是没辙。那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宽恕？我现在也是在祷告，有时候要为上一代的、彼此宽恕，而不是我们自己受伤害，我们是别人受伤害，我们要求主能够帮助他，心宽，能够这个恢复那正常的关系啊。我觉得来到马祖的挑战其实是比台湾多了很多倍啊。那台湾的话就是单纯嘛，那这我们就一家就住在那边，然后就在那边生长啦，啊，这几十年也正常啦。这边不是啊，这边挨家挨户多好玩呢，你知道吗？这一家对不对？我们那个从80号开始，82、84、86、88，全都是我们家族的，你知道是怎么样？那个房子哦，都还通在一起的，我觉得好笑啊！这真的，以前我还没看过这种房啊。你的家跟我的家是连在一起的，你看过这种的吗？比如说，我家是86号，要走到88号的四楼，怎么走法？先经过86号的二楼到三楼，然后再到84号的三楼，再从84号的三楼，然后再到这个88号的四楼，你想都没想过，这个房子很好笑，它外面没有直通的，就是里面来通来通去。这个
就一家族就是这样子。哎呀，我以前都觉得，就他们就去嫌我太吵了。我每天早上一大早5点多就起来，那边祷告那个，哎呦，把我赶上来，赶到这个世外桃源的四楼去。我觉得我一个人在这边呢，好啊，哈利路亚，怎么讲没人吵，这个也是好。好，第五，这个气绝，这些啊，跟什么东西有关的东西啊？气绝跟那个秘术，就是法术的东西，还有撒旦有关的任何的联系。有一些人喜欢搞什么？星座，你什么星座呢？我什么星座？我说那个什么星座有什么用啊？他说，哦，我们一个人星座不一样啊，会有什么运势啊？紫微斗数，哎呀，摸那个什么碟仙，什么都搞，很乱啊，很乱。而且啊，很奇怪，好像就是我们独一的真神，我们绝对没有这个东西。其他的每一种都什么都掺杂在一起了。我后来才知道这边的庙多好笑，一个庙里面啊，主神是一个，比如说林默娘是一个。其他的一大堆神呐、啊，就坐在他前面，跟你要拜的时候顺道拜一拜。哎呦，那有些大庙啊，就是他的主持是其他的也跟着拜，因为他们还会交朋友的，这个是好好玩的，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的，我现在慢慢的啊理解他们，就知道怎么样来翻转这个地啊。第六点呢，从咒诅得释放的祷告。我很感恩啊，我们的金牧师啊，实在是一个祷告的牧师，我真的，这几年呢、啊，能够支撑下来，没有你们的祷告，我是根本走不下去了，走不了那么久的啦。哎呀，我们一般人呢、啊，说，哎，弟兄姊妹啊，我跟你一起每天读经好不好啊？你那个讲的容易啊，做得下去不容易哦，长长久久的一直持续的不容易。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是。长长久久的一直持续下去啊，真的是要靠着神才能做到啊，要从咒诅得着释放啊。为什么人呢是很容易啊落到一种光景啊，离弃神的光景，所以他的咒诅不会远离他啊。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啊，在建国中学，我们都是要到外地去上课。然后租房子啊，都喜欢租那个最便宜的房子。这个便宜的房子你没得挑嘛。哎呀，我后来有租，印象好深哦。它是一个阁楼，最便宜啊，没有多的一间呢、啊，你每个月付了几百块钱。有时候我们也这个乡下人呢、啊，没有钱的，那就是越省越好啊，就是。你知道怎么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住到一个地方啊，有永远记忘不了。那个睡在那边呢，下面就是他的庙，不是庙啦，那个，然后那个他们拜的一大堆的那个香烟袅袅的那个，就是升到我这边来，你知道吧？我平常都不回去，我只是晚上睡觉赶不回家了，只能去那边去睡一觉。我印象太深了，有一天晚上，我居然完全不能呼吸，我知道被压住了，什么东西压着我，然后压了，哇，整个人没有办法呼吸。哎呦，我在那边就是主啊，你要救我，主啊，你要救我，就呼求主名，主啊，你要这要破除这些咒诅撒旦什么，我里面在想，我动都不了，我连呼吸都没有，然后突然之间啊，主啊。求你释放我，啪一下就起来了。起来以后我就睡不着了，隔一天我就搬家了。我知道这个地方，我们要气绝跟这些有任何的交集。我们现在这个在马祖啊，是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实验场所，在这个地方满了偶像之地，复兴神的话，能够将神的话语啊，在这边呢、啊、能够被释放出来。哎呀，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怜悯。好，第七，要领受这个相信领受，并且继续留在神的祝福中。首先，你已经是相信，你也承认主的作为，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他必要成就一切。然后你也从这面得主释放的祷告，
然后但是你要持续坚定的领受相信留在神的祝福之中，好吧？这是啊几个重要的方式啊，叫你要不再与世人一样。好，我们来看看啊，从咒诅啊有什么味道？里面有时候什么味道都有。好，那么从咒诅得着释放的祷告是怎么祷告？来，我们也来操练一下啊。主耶稣基督，主啊，我相信你，你是神的儿子，哦，你是那唯一哦通往父神的路。主啊，我相信你，你还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你自己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守生者。主啊，我感恩，我要弃绝一切的悖逆。主啊，我要弃绝一切啊叛逆的罪。主啊，我实在愿意啊顺服在你面前。主啊，丢弃啊那些残累我们的罪，哦，让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主啊，我要向你承认我一切所犯的罪。主啊，我是个罪人，哦，我实在是满了罪，满了污秽的。主，特别啊是任何使我暴露在咒诅之下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求你施恩，也求你释放我，从我先祖的犯罪的后果之中被解救出来。主，我立志要饶恕啊所有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恶待过我的人，正如我需要你的饶恕一般。哦，主啊，我要饶恕啊某某某啊，这反正你爱该讲谁就敢讲谁。主啊，我要弃绝那些啊跟秘书有关的事。哦，曾经啊，我住在啊什么样的环境中？哦，主啊，我要弃绝跟那边有关的接触。主，我若是有任何当灭之物，哦，主啊，我要承诺，我要销毁他们。主啊，我要承诺，哦，我要撤销一切啊撒旦攻击我的权利。主啊，主耶稣，我相信你，哦，你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一切身上的咒诅。主啊，所以我要奉你的名，哦，我要奉你的名祷告，求你现在就释放，哦，我从每一个我生命中的咒诅出来，哦，来服侍你，来跟随你，哦，来积极的与你示意。哦，现在我要凭着信来接受，哦，我所得着的释放，哦，为着这件事我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虽然看不到，但是我相信你已经释放了我。哦，你在这个你的爱中，你在你死而复活的大能中，主啊，你已经解救了我，哦，脱离这一切死亡的咒诅。哦，很好。这样就是一个祷告，哦，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来，我们接下来，哦，来跟弟兄姊妹啊来看看圣经中特别提起你们到了迦南地，对不对？你们不要随随便便到哪里以为那就是敬拜的地方，你们要到我就是耶和华神所指示你们地去，哦，唯一敬拜的地区。啊，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会幕里面嘛，啊，那，啊，就是在旷野啊行走，那唯一的是吗？就是在会幕中啊，会幕中有外院子，只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当然是他的这个敬拜的中心点了，啊。所有的十二支派都在四围，然后环绕着他，以他为中心嘛，对不对？再来呢，就是到示罗了，到示罗的时候，以利啊就。老以利啊做四世纪的时代，因为这个会幕啊经过了旷野，经过了摩崖平原，跨过的不是亚律江啊，是这个约旦河，然后打败了耶利哥城，然后后面呢就把这个会幕就停留在示罗这块地。所以这个示罗的时间点也蛮长的。但是示罗呢，一直到以利啊，他的儿子啊，去扛着这个约柜去打这个非利士人，结果被打败了。约柜啊，就被非利士人这个掳掠到这个非利士的五城去，亚实图那些地方啊。然后后面呢，那个这个示罗的会幕啊，就被怎么样分开来的？示罗会幕
一面是有会幕在示罗，但是另外一面的约柜却被拿到这个耶路非利士人的地。最后借着那个神机骑士自己来了，然后就让这个非利士人敬畏耶和华神的大能因为他的大滚庙啊大神通都掉下来摔碎了，还要敬拜那个约柜嘛。他们知道约柜的神啊以色列所信的神啊比他们的强多了。好，那么约柜后来啊就到了基列耶林。基列耶林啊大约大概70年左右就在这边。好，后来呢大卫王啊在耶路撒冷做王以后啊就想要把那个约柜啊这个迎接回来。但是还没迎接啊，这个有人就被击杀了乌撒的手，他要去摸，因为他想了哎呀这约柜快要跌倒了，那怎么办呢？赶快用手去扶持，用人的热心，不相信神的大能的作为，就是啪一下就被击杀。所以大卫王就害怕了，就不敢把约柜放到跟他那么靠近的地方，然后就放到哪里去啊？放到俄别以东的家。俄别以东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他想放到他那边应该会好一点吧，就三个月啊，神特别的祝福俄别以东，只要你敬虔相信神的同在会成为你极大的祝福。那你是那个用自己天然的人的话，神的同在就成为你极大的一个什么咒诅。好，在这个时候啊示罗的这个会幕啊在扫罗的年间，就大卫王之前，就被挪到了挪伯这个挪亚的挪啊，挪伯这个地方啊在大卫啊逃避这个扫罗的追赶的时候，曾经到挪伯这边跟这个祭司啊要了一把刀就是他以前呢、杀败那个哥利亚的那个刀，然后又吃了一些这个饼，陈设饼那么后来得力量啊就离开了这里，对不对？那么这个罗伯这边呢、是满了利未人特别是祭司的地方，也就是说以前是在示罗，后来就被在扫罗年间就被迁移到挪伯来。那么到了挪伯呢，因为扫罗发脾气了，你们这些人居然是藏匿我的仇敌大卫，所以我就把你们全给杀了。他根本不敬目中无人心中无神，所以就把挪伯的所有的祭司都杀掉。好，等到那个大卫王登基以后，从基列耶里啊把这个约柜啊引到这个耶路撒冷来中间啊有一段就俄别以东家三个月的历史，后面呢就放在耶路撒冷大卫那个所搭建的帐幕里面建立大卫倒塌的殿这个其实跟这个有关的。好，接下来就是会幕呢跟这个耶路撒冷的约柜还是分开来的那时候到了所罗门王登基之后，曾经到基遍去什么样献祭。那基遍那边有什么有献祭的地方？就是会幕咯，会幕外面有外院子的什么有外院子的这个这个铜祭坛铜洗濯盆嘛所以这边是所罗门王献祭不知道千头羊牛什么的就让这个耶和华神对他也是格外的疼惜。所以在基遍的时候，所罗门王突然梦了一个梦，耶和华问他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居然回答说我需要在我的百姓中出路得着智慧。所以呢耶和华神不仅给他智慧一些财富什么都赐给他，在哪里就是在基遍这个地方，所以会幕在那边，但约柜已经在哪里了？约柜一直在这个大卫的帐幕中。那什么时候完成这个这个两个大军新四军这个八路军那个重新组合呢？
就是在这个所罗门王第十一年的时候完成建殿的事。当他建殿完成了，就把这个会幕的所有的，不管是帐幕啊，就是会幕中的这个陈设品的桌、金灯台的光，这个金香炉的祷告，还有约柜啊、整个都放进到什么新建的这个建殿的地方去了。这个是所罗门王十一年所完成的建殿，就是耶路撒冷圣殿。好，这是什么？这是唯一我们应当敬拜赞美神的地方。好，以前呢，在示罗，你看到示罗就是这个地方啊，示剑在这边呢、啊，在它北面啊。那后来呢，叫到把它迁到罗伯来，就是啊，所罗门不是扫罗王的时候。那么基遍呢，后来又拖到基遍去了啊。那么再从基遍这边呢、啊，到最后到了是耶路撒冷。但是呢，基列耶利啊，只是约柜本身，而加特人加特黎门人的俄别以东，居然是到了基遍这个基列耶利这边呐、啊，然后看守这个神的约柜三个月，全家人就得着，应该是加特黎门那边的利未人，后来。所有的都集中到耶路撒冷来了，所以啊，会幕的历史啊，从示罗到挪伯到基遍，这个约柜的历史从示罗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地，然后到基列耶林，然后再到耶路撒冷，基本上它的流程就是这样子。所以耶和华说，你要在这个地方干什么？求问神，要献燔祭、平安祭、十一奉献。头生的牛羊和过节，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啊？哎，这个要全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容易搞哎，对不对？这个第一个，如果要集中，他就必须要听从神的安排，就是有权柄的意思，你才能集中。如果各自为政，就是各归各国去了，所以这并不容易的，要有看见。所以啊，这个看见呢、啊，是为了要避免神的百姓拜偶像，因为在这边有神的约柜在，那你就知道不可以造次。第二个呢，避免神的百姓啊，逐渐在信仰上就分裂了。为什么？当你啊，常常听都是听同样的教导和教训，比如说早上我们呢、啊，从七点开始啊，一起讲到八点半左右的这方面道。我们讲的都是有一致性的，我们不会一下子这个一下子那个差距很大，所以听我们讲到的弟兄姊妹啊，基本上那个真理的平衡性是比较稳固的。但是你如果到别的地方哦，不知道，我看过一些非常极端的，我也看过一些非常没有圣灵的我这个托住的，所以都有啊。神说呢，自从我领我的民出埃及地以来，我自己啊未曾在以色列支派中选择一城来建造殿宇为我自己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个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没有的。然而但选择耶路撒冷，我现在要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我现在要拣选大卫王来治理我们以色列。所以这个大卫王啊，其实就是那要来弥赛亚的一个预表啦。你不要看他在失败的地方，你要看他这个正面的地方。我后来想一想，人是只要你不去仔仔细细的去观察一个人，24小时盯着他，你会觉得有些人还真是完人呢。我小时候啊，对那个孙中山啊、蒋中正啊这些 当然对那毛泽东不是这样子想，因为教导不同嘛。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哎，两岸的人都对他们的这个优秀的领袖啊，至高无上的那个尊崇，哎，都一样。哎，对不起哦，这个我们就讲孙中山了。我从来不知道孙中山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哎呀，是
在日本呢、搞了个小三小四的来啊，这个私生活还蛮乱的，你知道吗？以前都不会啊，以前这些就是被怎么样遮盖了，讲的都是胭脂涂粉的，然后都把他们讲的跟圣人一样，从小就是这样子。大卫王呢，如果说是按照大卫王自己的治理方式，他是已经很了不起的一个王了，对不对？相当不错。他大可啊，把这些什么做过巫力啊、妻子啊、生的所罗门这件事、给隐匿起来，叫人不知道嘛。我问你啊，秦始皇你只知道第一个皇帝，那第一个皇后是谁啊？你就没听过，你想都没想过第一个皇后是谁吧，对不对？所以啊，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借着政权的手呢去改变的。那圣经为什么不改呢？因为它是神的书，神的话，它不会因为人的权势而改变他的话。我就发现这地上的人事物啊，都跟地上的权势会改变。你强势啊，我就依附你；你弱势，我就打你。这个我觉得这世界就是这样子。然而我们的神却是啊，一定永定啊，他是那真是值得我们呐、信托交托一生的神，好不好？好，后面呢，我们看看啊。伯特利啊，是在北国以色列。那么北国啊，就耶罗波安一世啊，他就故意啊，在伯特利这边啊，就设置了一个敬拜中心，把金牛犊放在这边，拒绝所有北国的人南下到耶路撒冷，听从耶路撒冷的这个什么呀、神的声音。你说这不是、陷以色列人为不义吗？因为耶和华神说你们要回来回归，在我独一设置敬拜的地方敬拜我。但是人呢，为了一己之私，就怎么样，故意在伯特利，他也给你建造的很漂亮哦，他不是建造的不好哦，就设立的敬拜中心。半碟人的罪啊，就像蛋是啊，路上的蝰蛇咬伤人的马蹄啊。那么在基利新山的时候啊，在后来被掳归回期间，就是两月，不是两月之间哦，在耶路撒冷呢，就是北国是被掳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后来南国呢是到，北国是721年被掳，南国是586年被掳。被掳之后，北国的这块区在亚述人的安排之下，就把以色列人全都挪去到世界各地去，然而这把外邦的人然后迁徙到这个撒玛利亚，与当地的以色列人就混杂，然后就生下的人，这个叫什么？这叫做这个撒玛利亚人。而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敬拜？他们也要敬拜啊，他们又一点这个一半的血统是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啊，也懂得一部分关于敬拜的事，所以呢，他们就在基利新山这边也建造自己的殿宇，来敬拜赞美他们的神。好了，这个敬拜的地方可以有基利新的，可以有伯特利的吗？不可以，只能有一个，叫做唯一的敬拜中心，叫耶路撒冷。好，约翰福音四章啊，那个。雪莲啊，你再来帮老师念一下。好好。妇人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阿们。”好，这是约翰福音四章这边的啊，这个是撒玛利亚的妇人碰到耶稣了啊。耶稣说：“你有没有水啊？给我喝。”哎，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就是说，我们这个不是平常没有交集吗？啊，平常没有什么交集，你怎么跟我要水喝呢？他也很好奇啊，他觉得这个以色列人不是都跟把我们都视为什么不洁的人吗？啊，耶稣啊就讲话了，啊，你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喝你这个水还是得渴的。那这妇人就觉得好奇啊，哎呦，你有水啊？你不怎么不告诉呢？啊，你有没有什么水啊？在哪里？我也要啊！啊，他说喝这水呀、啊，人可渴啊，这续加的水引千金，人可人不止，就这一段话了啊。然后后来呢，哎，他就好奇了，想要跟耶稣讨水啊，你就把水啊，这当成当时的黄金期货好了。哎呦，我也想要用一点呢 啊。那他好奇啊，那耶稣就讲话喽。这个耶稣啊，刺透人心啊，很缓和。非常的有技巧，说好，那你去请你的丈夫来吧。诶，这个女人啊一下子被摸到了，你找我丈夫干嘛？我跟你拿水，你跟我找丈夫。我没有丈夫。这欺骗了主，那怎么可能呢？主怎么可能被骗呢？主的讲话也非常缓和，你说的是不错的。你呢曾经有五个丈夫啊，还不止一个，五个，但现在跟你在一起还不是你的丈夫。哎，你说的是不错的。这个女的被刺穿了以后啊，哈，你把我的历史都讲了，那就开始啊顾左右而言他。我说诶，我们祖宗是说在这一座山上敬拜啊，哪一座山啊？基利心山。那你们就到说什么呀，应当敬拜的地方在什么？耶路撒冷。那谁是对的？谁是对的？耶稣就讲话了。谁是对的？夫人，你当信我，时间就到了，你们要拜神对不对？不在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听清楚哦，他不是说不在这座山而已哦，他连耶路撒冷他都说不在哦。听懂哦，他说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现在就是。那真正拜父的必须要用什么？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敬拜他。意思是，你也不需要面说要拜神，就全都跑到耶路撒冷去了。我们现在也不可能啊，你要赞敬拜赞美，你要飞到耶路撒冷去吗？你也做不到啊。所以耶稣这句话释放了我们，他说要敬拜的，敬拜的意思就是接受神的意思，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哎呀，这句话其实很多的讲究的啦。在哪里敬拜呢？不在基利心，也不在以巴路，更不在什么这个前面讲的那个伯特利，好，似乎是应该要在耶路撒冷呢。他说不是，乃是在灵心灵和诚实里面，是在这个翻译哦，可以在灵和真实里来敬拜他。灵，人的灵就是他的那个敬拜的地方，神要我们回到灵里面与他是一，这就是他所讲的唯一敬拜的地方，听得懂吗？你现在要接触神了，不是跑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什么圣殿，圣殿也被拆了，拆掉了嘛？你到哪里去啊？你必须要在你的灵里和在你的真实的灵心里面怎么样来纪念我们的神？这是你应该要做的，这是现在唯一敬拜赞美的地方。这因为啊，因信得救的真理哈、还没到以前呢、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直到这个羊圈呢、对不对？圈到那将来的真道，对不对？要把它显明出来为止，看守圈道，这个是好像那个羊圈呢、你就圈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意思，这样。律法就是我们的这个训蒙了、启蒙嘛，老师啊，律法的精义乃是要我们领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着信而得着称义，
但这因着信得救的真理既然来到了，我们自然就不在那个师父老师父那个律法之下了，了解吗？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的话，这个都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今天真正敬拜赞美神唯一独一的地方在哪里？在心灵和诚实中。好，在灵里，在真理中合一并且敬拜神。好，你不是在基里心，乃是在灵里，在真理中。你也不是在外在的地点上面有宗教的遗文的东西献祭给神谁谁，不，他乃是在灵里面，是内在相交的观念，是与主是一的观念。再来呢，也不是人用人的想法和做法做什么，而是在真理中借着神的启示完成神的作为，好吧？所以啊，在灵里啊，就是这样借着神的灵，在神的灵里面啊，它就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我们可以在基督里与他是一。再来，在真理中，就是借着神的启示、神的话来完成他的教导和敬拜。好，所以呢，只等到我们啊，众人呢、啊、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了基督成长的身量，哈利路亚、啊、那我们这个都在灵里面、啊、那后面的话、啊、我们速度稍微快一点、啊、因为啊，我们十一章以前嘛，十二章这边都是开始要讲训诲，讲律例典章的起头，那么讲到这个十一章的话，就特别在最末了、啊、把祝福和咒诅的话、啊、成名，待会我们一起讲。那我们现在就从13章开始，就是讲到重点就行了啊。13章的1到5节讲到先知啊，他行神迹奇事，但是这个如果是假先知诱惑别人啊，拜别神，就当致死。我觉得啊，这个不要写先知，写一个假字比较好。假不是说他没有能力哦，他也可以说预言的，但这个预言呢、啊、不是代表神的。来，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什么叫先知啊？在人面前代表神，为神说话，把神说出来，把神说到人的里面，是不是啊？这个是先知啊。什么叫假先知？他不是在人面的，不是在人面前代表神，他不是代表神，他代表他自己，或代表某一个政权，啊，比如说巴兰的教训，他的代表的巴兰，然后想要咒诅以色列人嘛，对不对？好、啊，诱惑人敬拜别神，这一类的所谓的先知都要是致死，这是假先知。而、啊、六到十一节，不要以为假先知就没有神迹奇事，圣经里面早说了一大堆都有的。所以这些什么偶像啊，什么邪灵啊，它是会有一些神迹奇事啊。像这个妈祖庙，我这个都听了，我就了解一下，那凭什么大家那么多人去信啊？原来啊，这个啊，他们有一个尸体啊，女的尸体啊，宋朝的时候就漂浮到的这个妈祖这边，后来他们就查证啊，这个就是林默娘啊，就把它啊埋在这个岛上，于是啊就称这个岛为妈祖岛。妈祖岛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民国时期啊，他把名字啊就改成妈祖，不要用妈祖这个词。好了，你知道吗？即便是这样，你去拜这个有用吗？它一定是有某种程度的用途的，你不要小看了、啊，什么千里眼、顺风耳，它就是有一些东西，它就是有用，所以呢才会显出神迹奇事的。一般人是胜不过的，我们唯一的依靠乃是耶和华神。在这个岛上能够让神居首位，尊崇他的名，然后才有办法、啊、真正的翻转这一边。啊，我们这一次啊，是神既然带我们来了，神又给我们开路了，我们就一步一步走，也不要急啊。
这个是啊，就大卫啊，不是，应该讲了扫罗我，就后来变成为这个使徒保罗的那一位，也是如此啊。到了雅典的时候，一大堆神呐、哎呀，他灵里面激愤，后来要在雅典那边向人说话，说什么话？你们所不认识的神，不是有一个叫卫士之神的墓碑吗？哎，就是这样。那你们不认识的，我来教导你。他讲的是同一件事吗？当然不是，他只有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注意，所以用电视的方式来吸引人留意神的话，这是应该的，这是可以做的。只是以前呢，保罗呢没有电视台，我们现在有了，我们就好好的使用就对了。好，12节到18节啊，一个城市啊，转拜别的神，这个整个的城都要被灭尽的。永为荒堆啊！不要开玩笑啊！神所恨恶的，你们不要做，真的不要做。但这边呢，是特别指称是以色列人的。如果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那马祖是全都该灭尽了哦。所以啊，神仍然呐、保爱我们，给我们一些空间和机会，给这些家人呐、亲戚啊、朋友啊，有一些机会啊，能够认识神。啊，我们就一起为这些人祷告。14章里面呢，第1节到21节，他讲到什么？当你沮丧的时候，那饮食的时候，你都要分别为圣啊，不要效法那外邦的这个风俗习惯，什么都敢吃。我们呢，有的吃，有的不吃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意思啊？洁净的我们吃，不洁净的我们就不碰，就是这样子啊。什么东西你都不要，什么都敢。这个其实，在基督里面啊，你越小心的，越保守的，你越安全啊。不是什么都那个，除非神也给你一个特殊的要求，给你一些特殊的恩赐，你不要以为自己啊多厉害了，没有这么简单的。好，22节到29节，每年呢，你应该要把土产的1/10献到神的居所里。啊，11奉献就是这边写的。谁写的？不是新约的时候写的，是摩西的时候，摩西律法里面就写清楚了。所以11奉献那是基础。那么第三年的时候，对不对？不是只是11哦，是另外的11，还要积存在本城。为什么？额外的。你平常呢，就是该做的事情都不够用了，额外的要奉献给本城的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其实昨天老师跟家人就是分享到六位孤儿院的很多个故事。哎，我妈很可爱哦，这个现在就突然之间呢，觉得好像我们全家人就又重逢嘛，她就很珍惜。啊，她老是要我爸、我姐、我连我都得要要开家庭会议。怎么开呢？因为我小时候，我印象中我们家常常有家庭会议。反正呢，小孩子这个爸爸妈妈对孩子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在那个时候批评论断一下，指正我们。但是小孩子我爸妈也是非常民主啊。他说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们爸爸妈妈讲啊？我们也是那个时候就噼里啪啦讲，那个时候讲啊，不会被打屁股的。那我们现在也是，我爸妈说星期天呢诶。听说今天是端午节啊，是真的假的？啊，有人知道吗？我也搞不清楚。是的，老师，今天是端午节。就今天呐、啊，哎呦，对，今天节日哎，对快了，乐。到处都是啊，我都搞不清楚。好老了，师，你给我们端午节祝福祝福啊！哎呀，一定要啊，这个，哎，其实。对，所以呢，最后祷告要你来祷告啊。哈哈哈哈哈！好，哎呀，那我待会还得出去怎么办啊？没关系，我先祷告，好不好？你先给我们祝福啊，不给我祝哎，福不放你。好，哎，其实你看看神就很奇妙，就是本来上个礼拜最末了是要讲到咒诅的事，对不对？我今天怎么感觉就直觉说一周的开始不要给你们讲那么沉重的话，我就故意把它挪开了，你知道吗？那个，这个就是祝福啊，好啊。那每年呢，要把11分之一的出产交在神这边啊，
照顾那些立位人，照顾那个寄居的寡妇啊，孤儿寡妇啊，真的是需要看到人，不要只是看看自己的需要。然后我们这一次啊，稍微快一点，因为我们今明后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诗篇里面去啊，诗篇里面去。哎呦，你说还要祝福啊？那得时间还得要抽出来了。哎，好，那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啊，就是安息年呐、当豁免一切的债务。我有借给外邦人的，你可以追回啊，你可以加一点利息没问题，但是自己家人不要了啊。那么十二节到十八节啊，就希伯来人的那个仆人们呐、侍奉主啊，六年以后第七年你要释放他，豁免他，让他可以自由的离开主人呢，而且要学习一件事啊，要对这个奴仆要大方，要多多的赏赐给他，免得他一出去没有多久又饿死了，又回来就当奴隶啊，又永远都停不下来。你要多多的赏赐他，让他能够怎么样，能够活下来啊，自愿终身为奴者啊，当钉穿耳洞为祭啊，就是说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是干嘛的？这个记载是说啊，这个人呐、可以怎么样？是跟这个主可以啊，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啊，因为他爱你，你可以自由，你可以去到世界上去赚钱，爱欢天酒地随你，但是你不愿意。你宁可在主人这边，因为你知道跟他在一起是上好的。那你要这样做，你要怎么样？要到那个城门口啊，找长老啊，在众人的面前啊，钉穿耳朵。意思是什么？永远为奴啊，作为这主人的这个仆人。哎，你说谁那么傻呢？怎么可以自由得自由又用不去啊？我就发现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啊，传道人啊，有时候就这么傻。我们就是这样的，那早就要我要去世界上面这个搞什么，那早就可以做了，为什么不做？就是这个里面啊，有一个心是对着主啊，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爱，因为他爱我，然后就愿意啊跟随他，就是这样，就是愿意听他啊，这个耳朵要穿一个洞，知道吗？受割礼的耳，受教的耳。能够听下属的话的，那好多的弟兄姊妹说：“哎呦，老师讲课哈、讲的好细好细。”说实在啊，我是知道的，因为什么？对主的话是有一种耐心，愿意去怎么样进入，愿意说主啊，我不懂，我愿意仔细听你。好多人都不是这样子的。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先心里面想了，哎，给我那个最好的，什么什么，这个满汉全席随便都拿一些最好的。什么叫最好？你连听都没听过，哪来的好啊？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的。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哎呀，要带领啊，弟兄姊妹啊，能够理解，所以一点一点的带。我知道了，快是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得着那个真实的内涵的。我倒觉得啊，我们这些年间啊，这个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凡是啊，你是在这边跟上的啊，你生命的种子啊，那是不会挪去的，这没人能够在你身上挪走的。我们真的很感恩啊，神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让我们在这边日日的彼此的提醒。我其实啊，蛮喜欢你们的分享的，你们分享的话都非常激励我们。好，再来就讲到头生的公羊、公山羊、公牛啊，都要献到神居所啊，给神使用，还有做献为燔祭啊，还有一些这个右手的举祭等等啊，给这个立位人的。有残疾呢，则在本城中使用就好了。这些都是一个简单的要害啊。我们这个今天时间到了，老师必须走啊。既然要为你们祝福啊，老师就想到这个敬拜赞美的那个祝福啊。我刚才啊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感觉，当然各样的话啊记载下来，要丰盛舒产啊，谨守他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啊，好叫一切啊
都在我们这边啊，得主，无论我们听到的祝福的话、咒诅的话，都叫我们啊走正确的路啊。他的宣告是叫我们能够能够更加的体会。弟兄姊妹，我们何等感恩！今天啊，不仅是摩西，今天老师也是一样，讲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虽然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过地上的这样节期，而这些地上的节期总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安静下来等候神、听从神，也是好事啊。你这个放假放得多啊，那个在某些方面啊，也是叫我们更多的时间能够亲近神，这是好事啊。那个若是我们听从我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就必得着祝福啊。弟兄姊妹，凡事亨通你要不要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凡事亨通。所以啊，对那些环境上面啊造成的困扰，我们都求主啊帮我们挪去，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替代，我们得着了救恩。他受了鞭伤，叫我们得着的医治；他自己为我们受罚，好叫我们得着赦免。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祝福。若是主自己不肯为你我死，那你后面的这些都是没有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谢谢你实在是带领我们的神，今天上午的时间帮助我们看见是你为我们成为了罪，好叫我们成为得因信称义的一般人。主，我们自己是软弱，我们下沉，我们常常是够不上你的标准但是你却为我们死，好叫我们得着你丰盛的生命。哦，主啊，我们自己啊常常在地上汲汲营求，但是啊总是啊不满足。主，你要成为我们真正的祝福，真正的丰丰满满、全丰全足的神。你是以利沙代你叫我们啊在你这边没有任何的缺乏，因为啊你这个为我们啊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叫我们啊得着福分、得着荣耀得以被接纳成为神家的儿女。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因着你自己为我们承担的这些咒诅，好叫我们得着上重大的祝福。这祝福啊是这个属天的福我们在圣经中我们看到你曾经啊在这个许多的地方啊都在那边说话老师今天啊要把对约瑟的福给我们众人。弟兄姊妹，这十二支派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要在神面前呢领受神的恩典当我们是成为多结果子的枝子的时候就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我们的枝条就要探出墙外。虽然我们人住在一个马祖小小的地方，或者是北海，或者是这个上海，或者是在这个新疆哪里，弟兄姊妹，你的地点虽然是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你的枝条却探出墙外，是要怎么样更多的枝条能够结果子，结果的枝子啊，因为你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盘多结果的枝子，我们的枝条都要探出墙外。哦，主，我们的弓箭仍然坚强，我们的手仍然健壮敏捷，因为有耶和华的牧者，他乃是以色列的磐石，是雅各的大能者，要赐福给我们。哦，我们父亲的神必要帮助我们，那全丰全足的大能者将要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产的福，还有生产如羊的福都赐给我们众人。弟兄姊妹，你父亲所住的福要胜过我主所住的福，他如同勇士的山巅、至极的边界，这些福都要降在我们的头上，要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哈利路亚！我们求主纪念弟兄姊妹，
哦，相信哦，我们要这样的交托、仰望、承认我们自己的罪，相信神，依靠他，领受启示，留在主的祝福中。我们要长长久久的看见神要在我们大家每一位身上行作行事。感谢赞美主，好，结束。